他其实已经两进厅了，两间他厅现在哈。万子完整，再靠个7万不错，可以。来啊，我们玉林哥来办一二条，猜一猜来做的大牌好了，凑一色小三元，哦呦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否有那么一点机会对啊？啊，如果你万子一直靠张的话，一二条猜二三条猜一猜啊。而且他现在就是，如果我吃得到14条，跟碰到红中的话，那个厅口非常的漂亮哎。对呀、啊，看他进什么？你看三万三来万了，来了，有六饼机啊！会哈、哦，是不是有机会？有，这个机会很大。我们凯平六饼吃起来啊，中洞哎、欸，吃的，吃，听你在那边叫吃吃吃，摸比较漂亮，要上他的当。想要上谁的当？上我们的当上吗？玉林哥的当。哦，上玉林哥的当。玉林哥跟他讲说：“你摸比较漂亮，不要一直吃吃吃。”结果他怎么知道我叫他吃？啊，应该是要吃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可是吃他啊。吃的就没有眼睛啊，是主要是 OK，他现在都可以的、啊，OK 现了，在直接添听变7万，7万是两张，建明没哥，有剩一张，7万剩一张，绝七。啊，玉林哥，玉林哥，你看，做大牌，做起来。做起来，坐起来，建明哥想看炸弹，这一对把啊，是否有那么一点机会？红中压对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他可以，吃起哎，来，吃起来，可大以牌来哦，了哦，来了来了来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进到万子，随便进一张万子就有了。9条的李凯平杠起来。先调整一下，好，先杠，对，门前牌先整理好，再补花，再杠，5条，再推八。红衣这边进一个六饼，很漂亮。茂春兄这边再进一个8万，先退2万。这边万子有没有摸到？卡到？没没有。有。心里没事。7万，我有4万摸到弟弟。那这7万剩绝张的啦。三万，三万，没事。这边有没有卡到？万子都没有卡到，这边绝七啊。没有，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我们马克说的没有，没有，哎呦，中洞哎五万，呦，这可是没有眼睛，这个没有雀，因为雀在我旁边吗？一只老孔雀，你自己讲的 我自己讲的，对啊，哎，听牌啊，听听牌中洞八万，八万，哇，这8万剩也是剩绝章，没有，啊，没没吃了，的吗？没了。我看一下。凯平一张，红衣一哦，张，对茂对，春没两有了，张，没有了。至少是有听牌，这只还现有，在红衣是拿这样是给我们看吗？是吗？他准备要拆吗？我是随便猜，不是要拿给我们看就对了。我想着要拿过来给我们看的，拿给主播赛评看。这两只不能打，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拿给我们看，说这两只不能打。凯平在转他的8万，凯平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放出去就，对，你看一下人家玉林哥的牌，哇！凯平，你竟然打得出？对，你没有看到人家在做错一胜吗？凯平，凯平，哦，你看侯毅都拿了8、9万给我们看，说这两张不能打了。对啊，哇！恭喜玉林哥，哇，这哦，个。恭喜玉林哥错一胜中洞。后色中洞，刚红才应该中还有白个皮，红中没有，白皮有。啊，红中没有哦，红中没有。然后有，青刷白皮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，他红中没有碰切碰出来，红中是他的缺。凯皮还问说。刚刚那一把是谁放的？他不，你自己放的。看，
凯平已经被唬到昏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凯平，哎，刚刚那一把是谁放的？救命啊！凯平啊！凯平醒来！凯平醒来醒来！哦，凯平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的。